要去机场，结果下大雨，希望等一下会停。10:40才能 check in， 我还太早来了嘞。我是1点的飞机，1:10的飞机，所以12:11:10，它差不多，2个小时多之前才可以 check in， 要将近3个小时前。改成这样厕所，这样很好，很方便，这样比那个卷筒的好多了。像在这2楼吃饭比较麻烦，好像先要买餐券才能够消费的样子，所以很多人排队。就是挺多选择的啦，看起来好像都蛮好吃的，所以哪一天，如果没有吃饭的时候，不过我想等一下机上会有东西吃，所以我就不在这边吃了，我可能吃一个我带的喉糖吧。这边有上海拉面小笼包。他真的是要在机器买餐券才可以在这边消费买食物的，蛮多种类的。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可以付钱的机器，所以不用排前面那边比较多人，这边就比较少。这里的东西应该不是很贵的样子，也有一些3-4块的，就是饮料，然后印度餐8块、7块，套餐是17.5块。看起来好像还可以，然后还有 vegetable pyramid 是8块，然后 non with dark curry 是9块，有点贵啊，但不是很离谱。他们也喜欢吃凤梨。
收拾的不错吧？靠走道的好处是你可以出入方便，可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空姐啊乘客走来走去，尤其是他们在送餐的时候你会容易被撞到，还有拉行李的时候可能会被别人撞到，所以要坐走道最好的话就是你的右手边是就是另外一边是没有人的，这样子会相对的舒比较舒服。猪肉、牛肉什么肉类的食品，可爱。行李先放在这边，然后呢，等一下走到那个马路那边，我现在应该是不能拍了。然后就是沿着马路那边有一个检体场，吐完了过程之后交给医护人员，然后呢，你又在这个身体上面贴一个，完成之后贴一个那个检疫的贴纸。你要搭计程车就不用我家人载，因为有家人载就很麻烦，就是到高雄就是。就是公定价格2660，他在巴士过来的这个登记处，想如果你来的时候想要坐这个自己一个人一台，你就坐这种的2660，开到家。屏东的 ，OK， 拍姐，那应该屏东新才对。顺序后就是按照我们刚才去街上去播念的 ，OK。祝各位隔离顺利，3+4天很快就过去。我是14+7过来的人。后遗症是胖了6公斤，到现在都没瘦回来。3天节制一下，很快就过去了 ，OK 吗？